大家的关爱而已。今天我们要用我们的能力去做回报。你说，主任，我可以做什么回报呢？首先，你们今天在这里坐得很正，很专心，用你们的专注力就是第一个回报。接下来，上面的哥哥姐姐将要带来很精彩的表演，这是我们朝鲜国小拿出来的第二个回报。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回报，你现在或许还不知道，但是主任可以告诉你，叔叔阿姨对你们的关爱，希望能看见的是你们在生活上的认真，在课业上的专注。如果你们能够把现在小朋友你可以做到的事情做得很好，我相信叔叔阿姨会觉得这是最好的回报，对不对？好，那在未来，在未来，我想更好的回报就是，有一天你们也成为像叔叔阿姨这样有能力的人，可以再去回馈给需要帮助、需要更多爱的孩子们。我们希望这会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循环。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先用我们长兴国小最棒的表演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吗？好，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长兴棒球队。